来我们来问一下胖峰这边，终于啊，这是心里面的一块大石头是落到了地，接下来的话就是要全力去备战我们的季后赛了，这个时候有什么话想说吗？嗯，就今天可能我们的衣服已经不同了，因为我们贴上了我们赞助商魔坛情报局的 logo 啊。自从贴上了 logo， 我们也就3-0了，就这么牛批，嗯。